你嘿，把脚两个脚都架起来了啊，你不怕摔跤吗？现在玩这个胆子越来越大了啊。嗯，以前不敢玩。嗯。转起来走去。嗯，你去哪里？我要去小公园玩一下。看好了，下去休息玩呗。你要干嘛？你想干嘛？你去。嗯，你是叫妹妹啊？妹妹不去，妹妹还没吃饭。妹妹不去，妹妹还没吃饭。她叫你出去玩了，你还让她走，她得叫你的呀。这就是你扎的头发是吧？那个你不要带她走，让她自己走。她认得到，她认得到人，让她自己走。真的真的，明天下午她下来吧，都是他们先走。你想去玩哪一个？玩什么？嗯，你自己带我去。她挑了个最简单的，滑滑梯是最简单。都滑不下来了，太重了他。你看人家小孩子都一溜一下就下来了，他是慢慢的走下来的。他肯定比那些小一点的人家身体活着一点嘛，是吧？滑得快一点，他因为这么大了也不好滑了。他经常喜欢这样躺在这里。快点，小朋友下来了，快点快点啊，快点起来。我们去坐悄悄板来。把舅舅放上来，嗯嗯，西西，把舅舅架上来，嗯嗯，还有一个。咦，把脚两个脚都架起来了啊！你不怕摔跤吗？现在玩这个胆子越来越大了啊！嗯，以前不敢玩，嗯，他慢慢的还把脚都架起来了。自己下来，把他翘高一点，让他自己下来看看。自己下来吧，敢不敢下来？能不能下得来？敢不敢下来？嘿嘿嘿，哦，哦，去玩别的啊！来，跟奶奶一样晃。嗯，现在玩这个玩的多了，都会了一点了。晃起来！哎，晃啊！晃啊！他还是不太会。放高一点他现在只能动一动啊。嗯，你看，放高一点。每次在家里训练，他都抗拒的要死，但是一带他出来玩，他就高兴的很，他就是要出来玩。你坐在这干嘛呢？啊？呀！他要把桌子给坐坏了，啊？还要脱鞋啊！还要脱鞋是吧？你还挺讲究的。放下去，把鞋子放下去。他就把鞋子一丢。你躺这里干嘛呢？这里凉快啊，这个石头冰着，不舒服啊。我们走了，拜拜。那你也走，就让他自己下来，看他下不下得来。啊、我们走了，回家了。嗯，我们回家了，再见。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你自己爬下来。哎，还把脚放到嘴巴去。他害怕的时候就是这样的。你是不是不敢下来？哎，我帮你下来。小心点了啊，坐在边上来了。你怎么爬上去就怎么下来。我在跟你说话，听到没有？嗯，怎么爬上去，怎么下来？这个凳子不在这里，踩在这个上面。嗯，对，这不就可以下来了吗？下来呀！他以前爬这个是完全爬不行的，现在我带他玩多了以后就可以了。我还是要有时候会摔跤的，还是要有人在这。下就不敢到这里下。下的话，他本来就平衡力不好。他滑都滑不动了，看见没有？小了一点，小孩子滑一点，他太大了。